我只想要我们在一起嘛。我不想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好好珍惜。把他们送走是想干嘛？你说呢？给我过来啦！啊，救命啊！喂！不要过来！哇！不要过来！哇！我阿翔，你也是。是我发了神经，叫你去找他。我还有更神经的。他还在说什么？在勇敢和崩溃中拉扯，我呐喊要自己撑着。清晨三点我还清醒着，一夜好眠可遇不可得，不小心想起你都怕舍得那些伤。